这把我是地主啊，三大王炸，反炸，再炸，王炸！你那王都出过了，你哪来那么多王呢？我愿意怎么地呀？哎呀，两位大爷呀，你俩是一伙的，你不玩了，哼，整得好像谁愿意跟你玩似的。嘿，老黄头，以后你求我，我都不跟你玩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求你，千万不要跟我玩啊！哎呀，两位大爷，今天你俩这是怎么了？因为这么点小事就吵架呢？哎呦，还小事儿？哎，小胡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帮马大爷评评理啊。昨天呢，我儿子给我寄了一箱奶，好家伙，老黄头看着了，马上给他姑娘打电话，让他姑娘给他送两箱，啥意思？跟我显摆呢？你说这事儿他做的对吗？啊，那要那么说，黄大爷那是你不对了。哎，小胡，你过来。哎哎哎，听黄大爷跟你说呀。黄大爷承认昨天那事儿啊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黄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那是因为前天，前天前天我正睡觉呢，闻见一股异味啊，我就好奇啊，我往床底下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他把鞋放我床底下了。哎呀，当时啊都给我熏懵了。啊，你说这事儿是他做的不对吧？啊，那要那么说，那是马大爷你不对了。那我也不能放我床头熏我自己啊。那就熏我呀。啊，那就放一下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了？我这跟我开玩笑，那没得用。哎呦，我把你床上开玩笑吧。哎呀，你俩就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你说你们两位大爷一个屋住着，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，你说你忍让他一下，你忍让他一下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小胡啊。你黄大爷我呀也不是那不容人的人呐。是啊，黄大爷咱大不。哎，小胡，嗯，那个今年多大了？我26。啊，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啊，那改天呢黄大爷找个时间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好不好啊？好，来，站在黄大爷这头啊，咱俩一块对付他啊。哎，小胡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现在工作累不累啊？你肯定累，对不对？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，来，马大爷哪天给你介绍一个新工作啊，站我这边，咱俩一起对付他。小胡你过来啊。我想好了，我们家楼底下有一个1.68米长得挺白净的姑娘，把她介绍给你好不好啊？啊，站在我这头，咱俩一块对付她。哎，小胡，来来来，我也想好了，我要给你介绍这个工作呀，月薪过万，特别轻松，上一天班休两天。来，站我这边，咱俩对付他。小胡你过来。哎，那1.68米的姑娘配不上你啊，我把我姑娘介绍给你。21，1.75米，是个空姐。来，这是我们家户口本，拿着，明天去给他民政局领证，站到我这边跟我对付他。哎，儿子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了，我财产不给你了。挂了。小胡来，啊，你以后就是我干儿子了，我这1000万的财产给你了，站我这边，咱俩对付他。不是老马呀，啊，这你怎么的？你是要倾家荡产跟我斗啊？哎呦，啊，你那卖儿卖女跟我斗呢，我怕你啊。那我怕你呀，啊。哎呦，那咱俩就试试。哎，啊，呀，啊，比量比量的。马大爷，黄大爷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哼，站谁这边？你俩慢慢听我说啊。我这个人呢比较中立，这样，我这只脚站在你这边，这只脚站在你这边，行不？不行。我慢慢再给你捋啊，现在是不是这么个情况？你呢要把你女儿嫁给我，然后呢你就是我岳父了啊，你呢要跟你儿子断绝关系，你要认我当干儿子，你就是我义父了啊。啊，你现在是我岳父，你是我义父。那你俩不成亲家了吗？来来来来，握个手，握个手。说的对呀。哎呦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老黄头成亲家了。哎，这叫什么？不打不相识啊。哎呀，好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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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好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得庆祝庆祝啊？要不喝两口？这医院也不让喝酒啊。哎呀，也不让抽烟呢，啊，这那咱俩干点啥呢？斗地主呗。来，哎，这把还
还是我地主啊。三，大王，杀，反诈，反诈，王诈。你那王都出过了，你哪来那么多王啊？我愿意，怎么的？哎呀，二位大爷，你俩这一遍一遍的，是卡碟了，是咋了呢？不玩了，整得我好像愿意跟你玩似的。老黄头，你以后再求我，我也不跟你玩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跟我玩啊！哼哎呀，这马大爷、黄大爷，你俩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一遍一遍来来回回的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因为点啥呢？小胡啊，两位大爷今天是挑你理呢。挑我理了。我俩可都听别的病房的人说了，说你有一个小魔术啊，那是挨个病房演呢。对呀、啊。我跟你黄大爷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，哎，你也没说演给我们看看，让我们开心开心。哎呦，你是觉得我跟你黄大爷比别人差点啥呀？是啊，我俩差点啥呀？真的是，哎呦，啊，弄了半天你俩就是要看我演魔术啊？啊，我那都是自己在家玩的，拿不出手。来了来了，你听你听，还拿不出手，你都给别人演了你。啊，那是还是看不上咱们这两个糟老头啊？可不是吗？哎呦，我明白了啊。你俩真要看是不是啊？那好，先鼓掌后欣赏。好，鼓掌吧。我这还有个小音乐。哎呀，哎，嘿嘿嘿嘿，哎呦，没有，哎，没有。这个是什么？眼睛，眼睛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眼睛，还是眼睛？说变咱就变，走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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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模式也太好了，怎么还变到肚子上了呢？哎，眼睛还变大了，对，眼睛变大，回来，怎么回来呀？走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小胡啊，好了，这魔术还不好的，这给我逗的呀！哎，你说也不早演给我们看看？对呀，这给我笑的，这么好的魔术，那么高兴是吧？得庆祝庆祝。要不这医院也不让喝两口。哎呀，也不能抽两口啊。那咱俩干点啥呢？斗地主呗，来来，哎。妈呀，还是我地主啊！三、四、五，哎，不对呀，你俩应该互相炸，怎么不炸了？小胡啊，大爷心里知道，我俩是一伙的。哎，小胡啊，哎呀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这大过节的，你也该回家了。嗯。我今天呢不回了，两位大爷，我已经给家里打过电话了，今天呢就陪着二老在这儿过节。小胡啊，哎，今天这大过节的，该回家过节的人都回家了，你说留你一个志愿者在这儿陪我们这两个糟老头子。小胡啊，我俩这心里呀都知道。对，真得谢谢你呀！啊，我俩的子女都不在这边，我们今天这折腾你一天了，其实就想让你陪陪我俩。那，你这也陪我们玩一天了，我俩心里也知足了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啊，黄大爷、马大爷，你们说，什么叫做志愿者呢？